大家好。So 今天呢，欢迎来到 Miss Lee 的小课堂。今天呢，Miss Lee 还是跟你们分享到的一个很重要的 topic，也就是关于到我们的 Sejarah 啦。OK，So 我们今天来看什么 topic 呢？来，大家帮老师看我的 screen 啊。For 我们的 topic，今天我们会有 go through 到的一个叫做的是 Form Two Sejarah 的一个 Chapter Two。So Chapter Two，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做的是 System Pomerantahan。And the next one 是 system echo normie 的，所以我们今天会先看管理系统，当然之后的老师慢慢跟你们录起来。OK，so、okay? for 我们的管理系统来讲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今天我们要去了解到，到底以前阿拉门拉又是怎样子去管理好自己的国家的。OK，事不宜迟，马上去了解什么叫做 system Pomerantahan。早期在阿拉门拉又所谓的马来世界，我们最主要的是以国王为主的，所以国王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 system 叫做 system Pemerintahan Beraja。OK，当然也会分成两种，因为毕竟如果国王一个人管完全部国家太累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国王需要在中央菩萨这边做大局。对，做一个大局的管理，而今天其他的小地方呢，它就中央分给了其他的大臣，OK，也就是我们有讲到的，用我们的话来讲，现在我们 Malaysia 叫做 Pusat，but Malaysia 里面会有 Selangor，有 Pahang，有 Perak，有 Sabah、Sarawak 等等的，这样每个州都会有每个自己州的苏丹主管。OK，所以间中央有中央的管理，州有州的管理，而州我们在这边叫做 wilayah。OK，so 这个是 normally 的 system Pemerintahan。So 事不宜迟，马上我们今天就要看 Kerajaan Fonan。The first one，我们的第一个早期阿拉门拉又的国家 Fonan。OK，首先在 Fonan 我们需要认识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叫做称呼 Gelaran。Gelaran 来讲的话呢，就是以前的人啊，他们会叫他的皇帝什么名字？Example，比如讲你们叫我 Miss Lee，so Miss Lee 对你们来讲叫称呼。同样的，在国王身上，他们又要叫什么名字？So the first one 我们叫做 Kurung Nam，highlight Kurung Nam 这一个。Kurung Nam 简单来讲叫做山的国王，山的国王就是讲，今天这整座山都会听他一个人讲话，所以显得他很神圣、很重要。OK，and、okay? then the second one 的称呼我们叫做的是 Raja Hiraja，重复 Raja Hiraja，有两个 Raja，一个 Raja 都很尊贵哦，你现在还有两个 Raja，double Raja，所以王中之王 Raja Segala Raja，everyone 都要听他讲，因为他是王里面的在 King of the King，OK、okay?。And the next one, the last one 叫做的是sorry，我们叫做的是 Chakrawardhin。OK，so Chakrawardhin 来讲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 everyone 都要听他讲。So 这个的 meaning 就是每个人每个东西都需要听从这个皇帝的吩咐，因此他的称呼他的名字叫做 Chakrawardhin。OK，一个寓意。OK，所以称呼总共有三个。OK，so、okay, 张老师有我们了解了国王，了解了，知道了这个国王的一个称呼之后，张老师未来管理系统里面经常都有教到的东西，就是以后我的王位要传给了下一个。张老师下一个有谁？OK，so、okay, 等下我们去了解看看啊。So，首先第一个，before 了解我们的皇位之前，我们需要懂的东西就是，国王一个人是管不完一个国家的，因为国家太大，国王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因此我们需要找到其他的人来辅助这个国王。OK，这样老师谁是我的辅助？辅助就是 Golongan Agama 跟 Golongan Tentera。Agama 呢是负责念经的，或者是负责教导我的人民信奉一个宗教。But 我的 Tentera 就是负责帮我在外面打仗的。如果有敌人攻过来，我们的 Tentera 是负责 protect 我们前的。
So, 有两个人会帮我们的国王，Raja 在最上面，而我们的 Golongan Agama 跟 Golongan 等的人会在下面，好好的辅助。OK，and、okay? the last thing 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刚刚有讲到的皇位，请问会传给谁？在这边早期的佛兰，它是会有七位王子，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So 老师，七位王子里面呢，他就会选择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出来担任王子，或者我们讲的太子，OK？你们应该经常有看戏有看得到的太子这个角色，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马来文的名字叫做 Raja Kachu，OK、okay、啊？重复，我们叫做 Raja Kachu，未来的 Raja Kachu 就是成为了 The King of the King，OK？、Okay? 所以今天七位王子里面，早期在佛曼第一次的时候，他们是选中这七位王子其中一个出来担任 Raja Kachu，OK？、Okay? So 来，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revision for 这一次的佛曼。So let's go。首先，Glaran 称呼总共分成三种。第一种我们叫做的是 Kurung Dam，第二个叫做 Raju，and the last thing 我们叫做 Ka Chaka Wadi。OK，一样的 Kurung Dam 就是山里面的国王，第二个 Raju，你们讲的 King of the King，OK，Raju Sekar Raju，and the last thing Chaka Wadi，我们今天叫做的是 Raja Pemerintahan Alam Sejagat，OK，and the second one，第二个重点就是，请问 Raja 平时都是谁在当他的辅助？辅助有两种人，一 Agama，二 Dendera。And the last thing，OK，the、okay, last thing，等下我就需要你们帮我回答一下啦哈。So 我们总共会分成七个地方，OK，刚刚讲过的，为什么分成七个地方？因为我们有七个王子，very good。So 七个王子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王子，以后他会成为 the king of the king 的那一个王子，请问他叫什么名字？来，大家现在帮老师马上 type 在你们的 comment 那一 side 有印象他是谁的，So 这个老师就不告诉你们喽。如果刚刚有专心的人，马上就知道他叫做 Roger。OK，So、okay. 这个东西我留给你们揭晓答案，给我知道了哈。So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OK，之后老师还会 keep the sharing 更多的一个Karajan Champa 给你们的。OK，再见，拜拜。